下第一刀。来哦，可以哦，来喽。谢谢徐伟宁，太敬业，感人，可爱的女孩，我的女神。其实真的不差这个头发，但哇，真的没有短这么短过，所以很难想象。我摸下好了，我要看手机，因为我今天还带整套化妆设备。如果头发剪短，自己不习惯，我还可以化个浓妆，让自己看起来比较。照片来了吗？还没。正在问。等你下第一刀，等你下第一刀，来哦，可以哦，来喽。谢谢徐伟宁，太敬业，感人，可爱的女孩，我的女神。好了，哇，哇，好利落哦，上面哦，随便哈。哇，我起全身鸡皮疙瘩。那是不是他后面一说话我接？好，来来来。那天在跟芳玲聊天，我们就讲到那个头发要剪短了，然后感觉好像最后要送 Rebecca 最后一程，然后我在电话里面鼻酸嘞，整个后我想说这还好吗？本来以为没什么，就他这已经吃进去了。那要再短一点，整体要再短一点，好，这个很好。肩发考试。